阿琴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你。哎，阿琴，你明日有空吗？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惊喜？嗯，都还是别了吧。你也知道我跟四爷现在的关系，若是我跟你单独出去，这样不太好。直接说出来就不是惊喜了。怎么？ 现在我们的情谊，连一起出门都不行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，行吧。那好，明天郊外，我等你。嗯。 阿琪，你可算来了。瑞雪，这是你小时候最爱的那匹，你还带我骑过的，没错吧？没错是没错，不过当时我记得他在塞北得了场大病，爹爹就把他留在营里了。我特意找伯父请来的。 作为你金榜题名的贺礼，怎么样？这个惊喜不错吧？满意，满意。<笑>还不止这个，给。这是你小时候一直用的弓。你这是从哪儿找到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想和小时候一样去打猎吗？ 阿琴，我一直说想娶你，但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没告诉你。这么远？你先听我说完。而是我流落边塞，只有你平等待我。分别后，你我书信来往。对于独在边境的我来说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便下定了决心。我怕你受委屈，从天班转到黄班，和你共同面对。 我不想你当众出丑，故而请来前脚与你助阵。我怕你在山上受苦，故而留在山上打杂。阿琴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你。